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我是米修克斯，欢迎来到米哥拆封。今天呢，就讲的是一款这个录制音频的产品，它是来自 Tascam DR70D， 它这是一个 Linear PCM Recorder for DSLR， 它是就是说针对于这个单反和无反相机，也就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视频拍摄利器的一个非常最佳的音频捕捉系统。它是一个中控，这盒子啊一看就非常的专业了哈。我们直接把它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然后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使用呢？在这期视频当中跟大家简单的来讲解一下下。好了，打开之后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说明书。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到这个说明书这个东西呢？是因为但凡跟声音录制产品啊相关的东西，这说明书呢，这个重要性呢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看到一些你不知道细节。里边一本中文，一本这个英文，也就是说这是在中国大陆代理销售的，来自于这个长城乐器提供。然后我们继续打开，打开之后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主机了。主机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小巧啊，在我这个之前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体积会比较大，可是呢到手之后，哎，小巧了，哎。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机器，啊，旁边呢会有这个数据线在这里，啊，所以整个包装内部呢其实还是蛮简单的，这里还有一些这个防尘塞。首先呢在上面呢这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quick release， 可以把我们的相机呢放在这个固定在这个上面，也就是说它可以固定在我们相机的下面的同时呢，可以看到在它正面呢是有两个拾音的麦克风的，也就是说可以单独使用。旁边呢各种各样的按钮，是不是？这边呢各种各样这个控制音量呢，还控制这个不同声道的这个音量，它可以增加1、2、3、4，外接四个录音输入设备。接下来呢就在这个实际当中使用一下，教大家看看这个开机之后怎么样配合着使用。我是米丘克斯，现在测试一下这个。DR70D， 然后现在连的是 NT2， 大概这个麦克风呢离这个相机大概有这个一个胳膊的距离，然后我是听到里边是有一些杂音的，我这个不知道调对不对，我再把这音量稍微调高一点。我在这上面看到的是没有破音的，但是从这个耳机从相机的听到的声音是很大的这个噪音。我是米修哥，昨晚来了米哥拆封，今天呢我们测试的是这个新的麦克风啊，这个麦克风是离我是比较远的，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回声，因为它的麦克风啊整个在机身上正对着我，没有这个 Zoom H6 近，所以我会怀疑会有一些这个杂音。好的，在我身后呢，我平时在户外呢或者说在拍摄过程中啊经常会这样使用，比如说这个 Tascam DR 70D， 我会把相机呢直接搭在它上面，然后同时呢我比如说我在那边就是录制节目的时候，我开机之后呢，我一般会用另外一个外置的麦克风连到这个 Tascam 70D 上，然后这时候呢用这个来拾音，这样的话的效果呢会非常非常的棒。它不仅仅可以作为一款这个，它不仅仅可以作为一个随身携带的录音设备，而且还可以作为一个户外，比如说在拍摄微电影当中经常使用的一款非常综合的一款录音设备，因为我们可以外接至少四个麦克风，我们可以同时四个声道。所以我平时使用的一个这个方式，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